所以讲，即个植物遐遐演讲，就需要介绍个。我想，有人唔捌王植物先生个无？无嘛，大拢捌个吼。因为伊是少年个台湾少年个政治时代，论述能力极强，伊个口才真好，头脑足清楚，立场足正。啊，唔然咧，谁人够做领导？即真正是民主中心，所以就唔免叫伊，爱用上热烈个掌声来欢迎。王建辉，你好，等一下。多谢林医师吼，我看大家看到伊，我就感觉会落去到啊。他讲大家拢捧我，所以以后我若倒回啊走路，我想先走来落去再来。多谢各位长辈、好朋友。伫个 weekday 吼，上班的时间，搁半时间来到这个所在，多谢各位，你大家辛苦。啊，来你讲吼，我感觉就讲，我本来想讲吼出来吼，会做歹名，回去咱上无减两秒吼，减两步嘛袂要紧，结果出来讲一直食。吼、哦，我去休斯顿食到回来吼，我发现减肥的机会计划在美国袂通的，你才食比台湾较好。今仔日我要用短短将近一点钟的时间，要甲大家报告台湾即马正在发生变化的代志。伫个普普的之前，头到上新的新闻，我头来看，台南市国民党决定要换，国民党哦，不是咱民进党哦，另外罗志祥，因马英九用梁金树吼，马英九用梁金树办。黄金台，也就是因我来提名的议长，也无讲歹选。罗志强今仔发表声明，要参选嘉南市长，这是一个新的变化。啊，这个变化刷来台中的变化，因为罗志强吼，就伊老学的吼，我头仔伫这个木桐乡遐咧访问，我就讲胡志强吼，我讲一个小朋友讲话会上古体。我小学毕业是他，我国中毕业是他。我到高中毕业，起就都是他，好安尼，拢无换。啊，伊个民调输林佳龙输20%起跳，所以台湾的选举未来的150天变化速度会真紧。但选举是一个民主社会的心脏，伊是一个现象，重要，但是不是一切。短期，但是不是长久。若要看台湾的选举，你可能时间要久长吼。我讲用这个。话讲台湾是伫革命，咱常常想着吼 ，revolution 革命着爱摕钱、摕刀，啊，讲落来看这政府会倒吼，像埃及啦、还是突尼斯啊安尼吼。但革命呢，我特别查一个吼，阮台湾咱学一下吼，下一页。这个是台湾的国中生，咱的 junior high school 上时常用的 dictionary Longman dictionary definition of the revolution， 伊讲的是啥物物件呢？伊讲吼，一个。全新的想法、甲方法，哎，这就是一个革命的新的物件。台湾有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想法、全新的方法来处理台湾的政治的代志。用以往的传统，我早就所在人拢讲啊，国民党叫石头，还是牵一只有诶无诶来到台北市选吼，啊，我选嘛赢，你袂赢啦，无可能啦。天龙国呢，安怎算嘛过半？哦，还是讲，迄前几个拍落吼，票投了了啊？还是讲，哦，这个拿捏基本盘，蓝绿一对抗，迄、那个票金红的，一寡所在你就一定会输，啊，一寡所在你就一定会赢。这套传统的分析方法，搁伫个无？有改变无？有全新的物件无？所以咱对后期啊开始讲起吼，来下一页。3月18日太阳花学运吼，到底有啥物影响？我毋知对大家有影响无吼。咱讲目睭个就好。Texas 有咱个即个台币理工啊嘛讲，旧年吼，我拢感觉我迄无希望啊，死硬硬啊，拢无机会啊。啊，2012选举煞吼，我阁接着做侪咱家己个乡亲讲吼，吼迄选举真够充满希望，开票了台风感冒。都破病都袂得当，你真正讲啊，无效啊，无得当啊，只讲只讲啊，会疼啊，只啊酸啊，你吼，只讲无气力。啊，
去年苏贞昌有请海外人回去吼，其中一位我尊重的长辈，啊咧分析的时阵，伊讲法嘛讲，迄无机会啊啦，啊你若要来美国吼，莫来无快无无钱啊啦，无机会啊，都莫来避遐啊。三月十八太阳花学运过，我接到足侪 email 甲电话，好，这边来帮忙，我台湾要救回来，看到困难，啊这困难无一定是民进党做带来。伊看到什么困难呢？看到台湾的生命力，台湾这个国家吼，它有自己的生命力，有伊的生命力，会当把这个国家救起来。那另外一个影响哦，这是我要出国以前，也属于时报一个独家新闻。太阳花学运吼，讲改变两岸关系发展，这标题落了无好。真正故事是美国 AIT 的官员，负责台湾的官员。甲美国亚太司的官员，无就台湾开会，甲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工作的官员最近开会，因开会结论，第一，因得到一个大事，要调整对台的工作，讲中国以前认为我传统的迄套甲国民党好，甲马英九处理好势。啊，用钱来买台湾人吼，甲你买农产品，甲你买东买西，互你 favor， 互你 privilege， 互你台湾人爱钱，他甲买西，你就倒啊，怎么过来？发现不对，开始愈做台湾支持台独的人愈来愈多。台湾最新的民调，80几%的人认为台湾甲中国是两个国家，互不隶属。80几%代表啥？不是你个哦，迄已经是毋是哪里的问题？你超去台北吼，现在找一个少年家讲，你中国人哦、喔，伊大家讲是，啊，迄迄个是真正中国人，我寄来。少年家讲不是的，不是啊，我台湾人，都破片。大家讲啊，你这啊，你都民进党的，神经病。伊还咧讲，如果认为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，两个是两个国家，这对台湾来讲是基本共识，非常可怕。啊，出咧10几%吼，有破气的啦，头壳讲着石头的啦，吼，啊，都10几%，迄种伊的认知有做侪种吼。所以中国的涉台事务国台办，伊伫上海有一个叫做即个中国对台工作小组，召集人是国家总书记，因胡锦涛先召集人，胡锦涛即摆是习近平，因认为讲爱调整对台湾的工作方向。宋楚瑜伫顶个月。去中国见到习近平，伊倒来来三立电视台，我有甲伊对问嘛吼。进攻核心嘛，讲习近平有甲伊问讲，好像资源用错地方，宋楚瑜是可能直接讲买错人啦。你甲台湾交流啊，趁钱拢遐来办，但是宋的到底是不是想要做新来办，咱毋知。但你知讲中国太阳花学运会，知影讲有问题，有问题的时阵，当马英九搁要请假，好伊。万一这里今天联合这台钱，福报一定要过，不能退回重审。中国说可以啊，为什么不能退回？你最关键的转折点，应该先去退。美国 AIT 讲，伊嘛爱开始调整对台湾的了解，就是爱增加民间社会钱。因过去吼 ，AIT 北洋人想讲来买来咁拜访，啊，你对伊这政治有啥物看法？也收集情报。对话讲，因都无算着太阳花学运这个。台湾的政治的走向已经不是单纯政府甲政党会当左右，台湾人民对国家的命运是有发声权甲影响力。那我甲记者朋友讲嘛，台湾甲香港上大的差别是啥？香港你，香港80万人吼，去中环安去占的，80万人占香港人口偌济比例？几分之一？咱台湾太阳花50万人，就感动到要死啊嘞！咱2300万人的50万人，你就感动到目屎要流落来。人家80万人嘞，感觉才偌济人尔？哦，一百万吼，公民数可能差不多400个左右嘛。OK， 差别在对，真歹势。放假改讲，我说了算。全面治港，特首要爱国，我参与什么普选诉求？今天最新的消息是，他们的学生把他们特首的主体办公室包围起来，一百年包围起来。澳门
因的特首自肥调侃，伊嘛甲伊包围起来。啊，唱的歌吼，我一听，迄唱的歌拢是阮台化学院的歌，所以Made in Taiwan 除了有三兵以外，即马学生运动拢输出了，阮是输出国。迄个日本的安倍，这里嘛想包围啊，台湾嘛有哦，你看伊用的 hit 吼，包括用的歌吼，咱的歌拢有分做广东话版、韩文版、日文版的。我咧讲讲诶，礼拜民主运动是对咱点点火嘛，这些老旧的臭台湾国的，我们是民主的灯塔诶。啊，所以讲，这个条件改变了。台湾学院除了周董福茂协议以外，伊互世界看到台湾，伊嘛互对台湾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，美国、日本、中国了解我们，这条件是好的。吼，咱来看后一张吼，啊，这学问有这么大影响，对对来，你拢看到林非凡，看到陈伟霆，看到这个顶来魏阳无咧，你知嘛吼？黄玉芬有来恁家嘛吼？我们臭虎些，这拢台南人。黄玉芬台南都叫不一样。哎，爸爸拢台南，我昨在这里，我昨在 Houston 吼，迄个吴尊吼，吴尊是台北囡仔，因本爸爸是顾立雄的同学，亲奶的，叔叔亲奶的，迄头壳内面拢中国。啊，因妈妈吼是，因妈妈是老师，啊，因阿公是将军呐吼。啊，吴尊在遐徛在演讲，讲到尾啊，当然较济讲台湾起来独立，但是伊到尾讲吼，我们台北市吼，如果林志宏还会选上的话，我真的觉得很丢脸。啊，我讲来我起来，我讲这是台北市的问题。我讲吼，我补充一句就好，以阮台南人的角度，我们看不起台北市很久了嘿，今天不是介绍一天，大概嘛，几啊届都算唔对啦吼。所以我讲，你拢看到遐有名的人啦吼，你想？新的进行吊飞 rap 的在黄国昌啊，那大家都盖了无同，不是因太阳花学运，不是迄几个，迄几个那了不起，冲的，太贵的发烟尾枪，降低市场内面一大吼，大二十几单，迄爱有勇气，爱有耐心，佮爱有 IQ 甲 EQ 无吼，变得冤家。所以这份少年家，咱咧看十五单哦，已经是台湾的重要人物啦。哦，但不是因几个尔，梦想你都害过。你呐，转去 Google 一下吼，这其实都有前兆。你 Google， 你怕占领内政部，为着大埔大埔迄个征收土地的事件哦，土地争议的代志，700个大学生来到总统府头前抗议。后来组织超过两三千人，你的目标，我们游行到行政院，告诉行政院圈地不正义，或方养林的调以前的局长把行政一报报好掉的，哎，来去行，行，向前行吼，经过台北市一个联合办公大楼，叫做内政部，停下，一个向前往头讲，各位同学，把内政部站立起来，我到台北。内面你才惊死人，内面刚好有警察，讲太像人一直跳围墙，跳入来，查甫的查某拢跳入去，降24点钟，吼，你有注意个新闻好嘞？对对。啊，这无倒，你去较早，去较早的时阵，你去看一条新闻，你怕学生抗一个棉被，抗一个行政院 Google 立场，迄新闻这属于我放想讲，一群囡仔在生产，你对嘛吼？雄雄在警政署的对面，对面是什么朋友？来来，那个喜来登啦吼，喜来登，雄雄走出一个吼，像阮伫安尼的小姐，摕一支三角旗，啊，恁呾摕个三角旗，你着想啥物？大威风，啊后壁着对警察，开始就少年要着对后壁，哎，我来 follow me， 啊，迄个人吼，着抱着物件哦。啊！你行到警政署，一头尾尾后继续行，行到行政门口吼，伊也听咧，枪看从枪里边咧，你就可能砰砰地围墙就走入去，迄条就枪去内面要找无对，因为因硬要通过迄个土地的迄个物件，土地征收的物件。这个过程吼有累积，搁一条新闻，电视台台拢无报，旺旺中国时报。想要买地方铁通台，迄个偌大呢？旺旺中国时报当然有杂志有报纸，啊，旺旺的资金对得过来。
伊本身阁已经把国民党个东山、中天、中视、中天、中视，哦，看到 A 人，那种台语演讲可以啦吼。OK， 好，就中天、中视吼，拢背起来，市占率就完啦。伊即摆要开始把系统台、系统台就是啥个？咱即摆台湾个电视分做频道供应商，就是做这方面，像三立啊、哦年代啊这个频道供应商，但你频道要拍到正新闻频道，我下袂过啊，爱砍线。看刷个 Cable TV 迄条就咧系统商，对，我是用旺旺中国集团要把一个东家集团买起来的时阵，专台湾37%的 Cable 可以买掉的，伊得当决定三点不给你上，什么我不让你上，所以这个上下游整合变成 Media Monster， 卖个袂贵哦，这些你可能无注意到，到今摆拢无贵，为啥无贵？一天红台买来两担钱，两担外钱的，差不多两担外钱的。七月初放暑假了，大学生应该去交女朋友、去跳舞、去 happy。那个气象台讲明仔载红台买来，吹着大风。旺旺冬天集团的总部伫个内湖南港这个所在，上大楼。就讲第一个一个查某囡仔，变做像黄玉芬了，到底我要躲雨你？雄雄700个大学生来自台湾32间大学，主要是国立大学学生700个哦，全部冲入去中天大楼，把一楼全部占领起来，大声话讲反对媒体垄断，反对媒体怪兽，全部拢当地都冲入去占的。这是台湾历史上第一届单一媒体被大学生占领事件，历史事件应该留落，报纸电视无一个较好，因为惊下袂了哦，以后因个电视嘛拢占。700个大学生，啊，恁两单话就我着预告讲吼，安尼一直连冰落吼，总有一天会出大代志，因为这政府袂改嘛。700个大学生来自30几间大学，表示有啥有 network， 伊敢去占这报电视台啦，敢占这代志，表示啥 ？They are brave， you courage， 勇敢。第三是啥？有方法。啊，再来，伊唔惊法律，唔惊法律通常是歹人，但是伊唔惊国民党个法律去来制裁。安尼，伊一路一直到尾啊，台湾学院安尼生出来，这是运动变咧看。但台湾学院到底安怎来个？唔是单纯看迄几个名声吼，我先看一个结论啦吼。远见一般公民即个杂志社是偏来嘛吼，伊是偏 Blue Magazine。远见民调伫2014三月。迄个时阵没有太阳花，3月18号以前做一个民调，做我特别惊讶进前，太阳花学院以后过一回哦。台湾民众对统独的调查，结果呢，危机很重，其实危机很重就是我同你讲惯了，危机很重48%，赞成统一就是改国家的名称24.9%，赞成统一的10.7%，所以主张不爱同你讲惯了。白小娃，做稳定。过来哦，你跟王公破国安呢？我不让你维持现状。最后终极你的国家的定位，你要的态度。这个40.7%讲台湾最后爱独独立，爱爱共赢。31.8%无赞成。22.5%讲最后会统一。61.1%无赞成。TVBS 今日时间嘛做一个民调，伊的跌幅怎啊提升？当然，好几门统独吼，讲多数不要统一，哦，他总共18州有会被统一的。TVBS 问了一题哦，如果主张独立，会招来武力战争，枪毙，终极的独立跟统一的选择。台湾人51%选择，纵使战争也要走向独立。如果没得选择的话，哎，他卖钱吼，台湾那个跑得较袂热情啊，台湾人嘛有惊死的一面，也无真足好。万一必要选51%，面对战争愿意选择独立，因为面对战争被酸点通一点，还是22.多，还是22.5%。这个态度吼，这个、对台湾国家定位的态度，你刚刚看到统独，你会错判台湾的局势，你会分析台湾的境地。如果你用传统的统独来看这个，你就错了。跑到你受力安怎来的吼？我们看下一张吼。好，顶头这条地图，
认得的人吼，你若讲会出来吼，你莫偷看伊啊吼。若看到迄个地图就讲会出来的人，迄个我头先食迄个鸡排饭还是猪排饭，我嘛食袂出来，我分你一半，紧嘞。你拿迄地图是啥物地图？哦，你应该知影，迄是你亲戚故乡迄条溪，这条溪叫啥呢？这条溪叫做李赞行溪，华语叫做二人溪。李赞行溪是台南南平甲高雄的交界。阮北平是啥呢？北江溪。台南是北边八掌溪，南方二人溪，依靠中央山脉，面向55公里长的海岸线。人口188万，土地面积2200平方公里，哦，我们北平真外爽的呢。啊，叫阮台南吼，台南的市议员吼，本来56个啦，啊，有一个跨县做怎啊55个吼，55个民进党的议员有33席，国民党的议员原来剩3席，啊，怎啊减一寡国民党的剩50席，阮一半休假投票赢伊的，33比10啊。啊，台南市吼，立法委员国会议员5席。20年来，国民党得席次零。台南县市哦，我讲，嘿，大部分拢台南的，你无看台北拢面头甲面的。台北，然后台南哦，国会议员20年来，国民党提无半席的，零的，一席都没有。啊，议会哦，台东山做管电的时阵，台南市议员民进党3个，剩的全部拢国民党的。我用20年的时间，台南市33席。啊，为什么报道系主任讲这地图吼？我叫顶台湾市长选刷吼，啊，老先生大赢啊，摕着要70席的选票，我就对着国民党的主意，伊就讲，你们台南最没有水准，怎么选都是你们民进党的，都很没有水准，你们干脆独立好了。我你讲的哦，我然后你没让我们独立，我们台南吼，我议会33席嘛。我咧找议员，我其他做认真找议员，我诶，伊人咧讲咧，咱来算一下，我们提案一，吼，新院辖市第一届议会提案一，台南市独立公投改成台南国，啊，我咧袂啊，因为33个啊，你要拍你嘛拍袂赢阮啊，哦。第二，阮阁有立规讲不能只有台南市独立公投。第二条，安平港租给美军替代奥克纳瓦，啊，你袂晓袂当搞拍，再来租金咧，租金所得。折抵全台湾国人民的税负，免税的，咱吃米粉的就好，对不对？这也袂当提来提，阮就要追求台湾的，不是一个。但迄个也贵哦，迄公道也贵哦。啊，贵了后呢，我们就隔着八掌溪跟嘉义县宣战，啊，嘉义县投降的给一个嘛吼。啊，咱平常再搁选一个，搁吃一个吼。啊，你一拍，到时阮的拍死破都袂当卖钱的，你们移民的都来台湾。那一单纯的民主停止，那个是会过了啊，这地方是二人溪。啊，下面这个地图吼，有人知是啥无？你读册啦，以前册读做好，一看出来就知啥物图啊。哦，你看，你看国民党的遗毒在这里。你读台南一看就知黄河，为什么？我摕这两张图吼，伫我这个年岁哦，我1969年出世的吼，1969。阮这下面疫情，你若册读愈好，黄河流经几省，背会出来哦。长江流经几省，你背会出来哦。从北京坐火车，我一世人拢唔知我读册考试，考我对北京坐火车去桂林，到底是考对莲花哥，但我嘛背会出来。哦，先桂前，先干前，一直坐这种，一直爱背这嘛。但是问台湾囡仔吼，台北火车站要到台南，到台中总经过几站，连我听背会出来。你到隔壁去叫什么名，也背出来，不知道。如果台湾来读册。我望到到这边了，溪叫啥？我查查迄条溪吼，细汉是无河流，啊，愈大汉就愈臭，就拢无鱼啊，就臭溪，乌水坑溪，现在拢好名啊，溪龙江个人在卖名。咱以前教育是下面这条啊，啊，拢陪中国个啊，中国都市啊，啊，都在陪啥？什么安徽是软啦，什么是干啦，什么是香啦，什么是哪块地嘛？啊叫。台湾，我讲台南较早古名半月城、古城，哦，啊，古名拢唔知。我为虾米先绣这个图？这图甲太阳花甲头仔重有啥物关系？我甲各位讲，恁头一张对
李登辉做总统的末期，陈水扁当总统的初期，台湾一个本来名词叫做乡土教育教材，就是教育该做啥呢？对小学开始，你爱先对恁家边仔的大门城、边仔的溪、古地名先学起，对小学开始教。所以，这个小朋友吼，小朋友拢知影，这土地公啥？这是一个教科书的地图。但这个教科书的地图，台北就无，台北就对淡水河、基隆河学起，台中就对台中的大肚溪、大安溪学起，昆林人母河。昆林的母河就是浊水溪，浊水溪是一个母河，对它耳起。哦，啊，原来大门城较早只围下围下伫围啊，哦，叫啥物名啊？改个。哦，啊，古东安尼一路落来到底，爱学这個。长江黄河排到后边，伫个民进党执政的时阵，咱的台湾地理历史的教材占三分之一，另外三分之一是国际。世界啊，加上中国，佮出的三分之一就是经济地理、经济历史，教材是安尼。较早咱是80%中国，20%世界，无半%台湾，只呾零趴，对台湾的历史地理完全不知道，拢爱靠自觉去偷去偷看，即个简明台湾史啊，去看遐物件较有。所以有时看连新闻吼，讲电信讲一路拼到台北吼，爱原谅伊，伊就头先讲七十万。北行宫到台湾，其他不再见啦。刚刚迭代啦，你记得刚刚方大公，嚯、哦，我们的万华开发很早。根据我的了解，郑成功一路从台南来到台北，我靠也贵。北行宫下面一个台湾，你说，我猜因阿祖吼连横搁写台湾通史，不好听的，这不好听，袂当袂听。所以，这个物件反映伫语言教育、文史教育、基础教育。我13当前第一次当议员哦，应该这里玩。去好好毕业典礼，校长各位老师、各位家长、各位同学，哈，恭维拢请王伟总长官、王炳东长官，在三当前。即马各位吼，恁若要提早回来台南，还是你的故乡，去好好看伊开会地书。即阵我伫台南看到80%以上的校长地书，拢讲台语，拢讲台语哦，啊。有的客人的校长，佫会把家己客位推来到门外。然后幼稚园、幼稚园吼，阮遮改名叫幼儿园吼，幼稚园到二岁，幼稚园小朋友毕业好可怜的。毕业生自答谢词，第一个就是老师好，大家好。第二个，你好，大家好，我嘛好。吼，啊，第三个就是即读较好，吼，就讲客位。啊，第三个就慢慢哩有哩有哩，啊，有的佫会加一个文班本，因拢爱学做侪种话啦。啊，台语甲华语都在坑爹里面，这些东西累积下来，该赔偿。以前课本写堂堂正正中国人，即马林非凡即代囡仔是啥？我知影阮阿公阿妈大汉的土地叫啥物名，我知影头前迄条溪叫啥物名，我知影二二八发生啥物代志。二二八吼，你怎去台湾去咧掠一个囡仔？卖讲男女，因为228和平纪念日爱热闹。小朋友，228为什么要休假？小朋友说：“我知道，为什么知道？因为我们要庆祝国民党杀了很多人，所以休假一天。”庆祝？对我们讲过没有？我们什么庆祝乱讲？是哀悼，那个庆祝国民党杀很多人。但是，你知道那些代志啊？像我们囝读小学一年级休假，我的我讲来，你去打去查。你查一个228的故事，跟我讲，换一个 ice cream， 我打当会出去陪伴你吹，啊，有去吹，啊，到弟弟遐吹来吹去，哦，啊，老师讲唔对，即摆囡仔会当 challenge 老师 authority， 老师讲错了，不是这个样子，是怎样的？伊知影加了后，会产生一个物件叫啥？土地认同。我遮人啊，我是这国家的人啊，懂我的国家。全世界都可以参加世界卫生组织 WHO， 全世界只有一个所在可以参加台湾。你想看他咧教育起来大汉的囡仔，伊安怎想？当咱的选手去参加比赛，会端咱开拢钓米粉袋啊，人拢升国旗，我们都升那个面粉袋，迄五个轻的迄个。我嘛唔是因的国，我嘛唔是那三民主义种的，嘛唔是，一定会觉得不对劲。
茶，咁各都方便。哦，原来咱的国际地理，啊，今仔日呾有内外，有认同，有疼惜。你大部分白相话，即个地方即个讲啊，这是一个自然的物件，这种自然的物件叫天性。天性就是妈妈会顾囝，囡仔要防拍，妈妈会出来呼。天性就是我的爸母防欺负，我会出来食。天性就是我的家园有人要欺负的时阵，我会徛头前，我伫阮头边来包你嘛。这种天性，咱过去台湾人互教育扭曲掉啊。即摆才恢复正常，你讲台湾代志，一个国家毋是世界上正常的，你啥？哦，咱看后一张。再来一个改变，除了教育提供无同的资讯。咱台湾较早报纸是进步的嘛吼，你讲在当时1951年吼，1951年迄阵改的时阵，蒋政府讲台湾袂当进报纸、报纸，用啥物理由？敢知？我才发现讲哇，马英九真正是草头的传人，节能减碳，讲吼印报纸都会纸啦。哦，我们这边都有记者，大纪元的记者印报纸，他们这次不要再印了，是进报的。民国40年，1951年的讲节省纸张，哈、啊，报纸卖伊较侪啦。恁三个有技巧的，恁去印报纸就好，恁几条三张卖到超过。现有执照不再开放，每家报社限3大张，过来印报纸印刷厂爱集中一个所在，方便检查。这代志卖讲别人，拢你印的。所以对1951年，限缴、限雕、限印，叫做报禁三限。限纸张数、限纸造数、限印刷厂数，所以他在报纸吼，拢有一支一支一支，所以对一部你当偷印地下报吼，迄气有故事的，讲就知是对一个印刷厂出来。啊，恁倒回广告写是无气的，是平的，所以有一下印二百万两个广告写，伊就全部来抄啊。限张数、限印，结果呢，后来就讲话十几多话报纸，想要弄破这物件嘛。真正解除戒严是在1987年解除戒严，民国76年，迄年我拄好大学一年。解除戒严了的隔冬正月初一，李登辉宣布解除报禁，全部报纸好，什么《首都早报》啦、《日报》啦，大家都来办报，啊，大家破产，哦，就就就买报纸，报纸都破产，但是你报纸，啊，这个报纸吼。到即马，台湾的报纸其实少年家直接看纸本的，拢看电子报。台湾的报纸的市占率第一大是《自由时报》，第二大是《苹果日报》。后壁吼叫做三小报，我唔是每个拍下无？三小报，我唔是讲迄个，来，我唔讲三小报哦，三小报哦，三小报是哪三小报呢？联合啦，中时啦。啊，搁一个啥？影响袂记啦，算伤少啊，袂记，了解袂无影响的。伊的报纸上送的，送到连包邮条都无人要用，市场率都少。哦，头前迄个《自由》跟《苹果》带来的降台湾的纸本报纸的起量非常大，你只在后边三小啊，三小啊，都作秀。哦，另外一个叫第四台，台湾吼，你若讲到 Cable TV 吼。那未晓讲第四代的吼，一定是1993年以后才出世的。第四代以前，咱台湾较早讲东视、台视、华视，东视国民党党营，华视国防部经营，台视省政府经营，啊，台中华就多三台嘛。啊，较早有转的电视，咔咔咔咔，会留一盘，互你接三块仔大，录影机，第四圈就是看两块大。后来厝里买遐侪两块大。哦，安尼你拢总着在做这生意，讲我顶刀吼买足侪龙眼蛋。台湾的民主化吼，真正各位女性有一寡爱感谢猪哥的查某，早起就为了看迄 A 片吼，啊无得买，啊林总拢总着买一堆包，啊不然有钱买，买一堆。啊听你讲，这是阮来恁兜牵一条线，我每一天几点到几点播 A 片互你看。哎，我无我买 A 片，我要看你不能摔跤，黑马屋。另外，你看每天大报，你看，嘶嘶嘶的看早上，你到倒了，就接去劝第四代，啊，大家是出来，好，大家看安尼，啊，一个安尼无闹困嘛，我们这边看落来，看一个，一天，那台湾的 Cable TV 是安尼来的，所以以前讲最黑皮的工作，就是咱报迄第四代色情片的迄个工作人员，哦，咧看久，头壳拢懵懵，啊，这样讲，这第四代用了呢，
让民主运动在印东华十几个人哦，印台湾杂志人看到一旁讲，哎、欸，那安尼，阮拢演讲会互念，我来甲演讲带吼，用这条大道领导互你看，安尼思想就传播较紧啊。所以早期的第四代业者吼，伊是无合法的，迄头壳呢，啊无合法的代志，歹势，民进党专门咧做无合法的，对，伊国民党无标准嘛。所以早期什么朱乐山民主电视，拢结果会加一个民主哦，你民主你要抄台，我就跟你拼。伊都是咧当朱乐山 A 片电视台啊，无好听嘛。哦，朱乐山民主电视台，台南富祥第一电视台，台南凯旋电视台，龙岩电视台，高雄第一民主，啊，搁有一个台南诶、欸，高雄民主第一，然后咱听，大部分啊，因为只要摊出来方式吼，好不好抓？做好料，你着看，迄电报条吼。比赛最后一完一中天队，领导咧无坐，去抄着抄条，加条就好啦。太好了，伊哎，就把你讲哦，啊风台天哦，你着看李国忠出来顺耍，伊人看到问讲，看一半灯，现在灯耍，伊着出来顺，哦，这条耍灯去，哦，正式领导耍灯在看。但是安尼用诶，啊，将第四代诶名士着停咧拖下来滴，啊，愈来愈侪，啊，愈来愈侪了吼，讲一间服务差不多两三百户，伊迄 Q 袂远啦。你强迫起无条路灯吼，我改阮兜，伊兜咧做前座改阮兜环路的吼，阮一条条，迄个强弩之末嘿，迄、那个功率无够吼，就无够电。第四代是一直到1993年的八月，台湾通过有线电视法，讲好啦，卖个后面看哪去，你只要人电视过咧，哦，你拢总顺电顺到一半电掉，因为迄个顺的都危险，恁头夹伫个人电话电条顶头，啊，有时要夹。记未做警察后边来加吼，会加唔着，换警察用电着，加着电线。啊，当哎开放以后开始诟病，你有线电视法规定一个都市分一区，就台南分两区，台南县分三区，高雄咱分几区，完全一区不得超过两家。啊，就开始哦，用龙岩甲富祥第一民主诟病，一直诟病。哦，啊，通常现实的诟病，你看到头家拢是刘毅。刘伟甲市员食去，市员甲李彪食去，一直食去食。这个电视台是伫1993年正式合法之后，你再等于台湾吼，有看出名电视台无？几圈？100多个圈哦。迄看到百外台吼，迄看百外台拢做仙啊，敢知？百外台这台是非常计量是无输吼，阮百外台拢是大台，拢做仙啊。我们遐看到百外台哦，迄人气差不多啊，真捧啊，真迄。100多台拢是宗教台，啊，80到90台拢咧骗你的钱，来讲股票台，啊，80几台吼，啊，就一寡阿三不雷台，啊，50几台拢是啥？哦，三立的54台的新闻台，啊，迄个电影台就是61台到64台是即个中文的电影，65台到70台是西洋的电影，啊，购物台有没有？哦，所以1993年。啊，这个日子大家要记了，1988、1993吼，好，咱看后一个，嘿，太阳跳来遮，代表性人物，我唔是讲因啦吼，太阳花学会成功是一个大个训练过程，咱经过10年才累积，恁即摆所看到的学院的过程，我刚才我刚吴尊甲伊讲啊，吴尊甲讲吼，恁都以为我们在立法院里面冲得好勇敢，啊，全部要撂翁的。我们吼会有什么那个维安组啊，有什么组有什么组吼，翻译啊吼做最多，然后有什么问题反映上来，决策下当去执行，以后你都错了，根本不是这回事。你明吼，根本枪毙的人会互相无同团体，谁也指挥不了谁，啊，就莫名其妙就召集召出来，莫名其妙出来一个人当出来讲，我是你们的代表，跟我来，都听我的，抓你名的，迄初期吼建立的成功，拢是安尼阿三不如起来。但这三个人，我为什么用这三个人呢？够有人知影林飞凡几年次？1988，我印象是12月3号的去，9号的去。1988，贵阳来人，新化人，贵阳印尼水，1988，陈辉，1990年11月，我改个名字，标出来艺术史上。因德总拢是安尼啊，都是1988到1990，民国77年初到民国差不多79年初左右，这样。因主出席
他们从出生的那一天，不合转的一堆，因主出血要化等级，霸王台，因主出血有 internet， 因主出血，好好的教育，先对因到隔壁那条溪开始打气，因知影二二八，因知影台湾的情形，李登辉总统十二当，陈水扁总统八当，马英九即马几当？我感觉，感觉伊做到一千外当啊，伊头六当啦吼。我感觉个，伊我拢伊咧做，感觉拢做袂煞吼。都李登辉甲陈水扁都二十当啊，伊拢头二十二岁，二十一二岁，所以自因捌代志，因即代人所接受的，就是我头讲遐物件。这叫做 revolution，a complete new method thinking。我同无讲，就像你伫美国大汉的 second generation， 一定无讲。对无讲的，伫二二八到白色恐怖的时代，迄代的台湾人，自由、民主、人权是啥？违禁品，蒙着来来去关啊，是违禁品，甲毒品同款。哎呦，伊咧讲民主，因啥物都会去歹人，去来去关，但迄是违禁品。到美利都过了后，民主、自由、人权是啥？奢侈品，敢拼的人才有，还要付出惨重的代价。咱知影是好的，但是太贵啊，咱买袂起。奢侈品，那是 Mercedes-Benz， 自由、民主、人权，啊，迄你走去美国有法度，咱台湾无迄个命，拍个较袂着钱，卖讲话。奢侈品，到美利都后，到阮这代。太，我一个百合学院世代，自由民主人权是啥？生活必需品，无袂使，但是爱顾的，伊无顾的话袂无去，要付一点代价，哦，要付一点代价，但是爱顾的，有些个退休，但是已经是生活必需品啦。有，但是我知影恁以前吼，无 City Benz 一只五三百万，阮只一只三十万尔，但是阮嘛在顾的，看安尼。到林飞飞这代哦，自由民主人权是啥？就是日常用品无遗憾，一堆啊。本来就应该叫做空气，空气无重要。但是你把一个违禁品的时代，把迄物件摕掉，伊会当忍受。你本来就应该有诶。你把一个奢侈品时代，人民主自由来摕掉，伊会忍耐，因为太贵，无法度甲你拼，日子爱过。你把阮这代人自由民主摕掉，我会甲你控制，甲你拼，因为喜欢日常用品，哦，喜欢生活必需品。但是我知影，迄物件有可能会无去，有时无去，我会感觉讲是应该搁行得好。对林飞凡恁这代人，你看伊在咱草莓族、蛋草莓无斗志，但是伊感觉自由民主无去的时阵啊，对伊来讲，伊甲你拼拄好尔，伊无迄个等于无命，迄是日常用品。这个根本的差别吼，搁经过遐教育，搁经过两任无同的总统，所以因这代人咧论述代志。我都爱差别，面对警察的态度就好。甲长辈，若警察在恁面头前盾牌啪提起来，镇暴盾牌，我头痛起诉吼，咱几届我带着团票，阮团看警察，你嘛是紧张，改变，吼我知影咱咧做叫的代志。啊，若较早辈早起警察好，代志你讲要替我想，吼、哦，我看恁一代安怎咧？卖讲台湾最近 Novotel 迄个事件，伊甲你问讲，你的所有票在哪里？你根据哪一条法条，你来搞弄起来？我连张志军国台办的部长有无？哇、哦，一路走去高雄，互人控制真个，讲取消后壁行程，紧走去中部。哦，我讲白话讲，我看了爱笑，因我第一遍看到时，感觉南部袂歹，苹果日报的标题。南部民风强悍，张志军取消南部行程。第二天要去中部，要去龙岗，好控制不住的，已经塞到附近了，取消。不止取消，还去走去机场讲，我们原来吼张志军吼六点半的飞机，三点半那应该有没有空位，我们要先走，赶快先去他上面。记者在看那新闻时，在讲没有，我们是在问一下的。不知道苹果日报的标题更要多钱。中部民众民风也很强悍，当时取消中部行程，我们两地球都放不平，全台湾都很强悍。都，有什么呢？
伫清泉诶中部惠民诶惠民启明中心吼，有好巧是对阿妈某，迄幼稚园第一节，三日上才闹得着，拢闭过咧啊，道理啊，带着道理，啊，徛伫啊抓一个布条，讲台湾是中国诶一部分，啊，你看到警察吼围过来，啊，迄两个袂惊咧，迄人早起吼，等你来啊去走吼，袂当徛咧，你说嘛？啊，警察讲。你别徛遮啦，我有为啥物袂当徛遮？袂当徛遮啦，无你把标语收起来，为啥物收起来？伊讲，你看遐业务生气，你无叫伊收，你叫我收这啥意思？伊讲好啦，拜托，无安尼啦，你要抗议吼，迄边我们有申请，你去遐徛就好。我迄欧巴桑嘞，好欧巴桑地接规日啊讲，即摆徛我比前生气了，警察就认袂出来，啊随便你现在伫遐咧，这是个进步啊，不然安尼啊。哎、欸，你若到民国五十年吼，你较早时代，即来清华几代四十岁嘛无够。啊，民国六十几年安尼啊去关，民国七十几年安尼啊，入去派出所门狂拍，即嘛是无了嘛。我跟你说，我搬就搬，惊你哦，无叫我伊哦，就安尼。这个转变是台湾即嘛是足大诶，无相像吼。咱来看下一张吼，台湾即嘛除了遐文化底蕴，经过清中诶环境即无同以外。连最近这五六天，社会提供相关的营养分，或者追求正义的人有代志通做。我观察过前皮肤不均恢复不良吼，我用这十二字来形容，因为万一再染四股人嘛，所以专门每年我买定期爱染四股人，观察过前皮肤不均恢复不良，去查一股到底个，用四股人吼，这是也对，当然在这是对，哦，猜得出来的吼。我问你，今日会出来？你等下台湾找我，我请你吃台湾的顽皮虾。顽皮虾是啥个汤？顽皮虾嘛，迄就是鱼丸汤加鱼皮汤叫顽皮虾嘛。对哦，这是台北信义区101附近的百货公司。这群大学生，哦，穷家倒铁涂骹，讲分配这叫正义。台湾的财富都被少数人提起，辛苦一世人的劳工，无法度得到分配正义。每天才这些大学生，你想，陈伟霆清大社科所，林非凡台大的，应该是被剥削的一群，不是啊？其实因是胜利组，因是百十八人的一群，因为伊都伫遐，啊这，其实台湾是林非凡这种学生吼，几啊万个。所以以前也咧穿吼，遐学生会食醋。哎，林非凡算欠欠逼，啊，过来上条，伊个女朋友拢无换掉，算袂歹。哦，伊个女朋友袂感情真好。啊，这样子讲，这個、关山哥姐姐对，你凊彩看吼，你像大埔的事件就是，人讲伊的地缺啊，就讲我们国家需要围栏，围栏了嘛，我改做建地，然后林东松有喊伊好呀。啊，为虾米吼？我咧你拢讲到问题，你哪只？我等转互你，伊转互群创啊，不过台铭啊。比如美和市，美和市伫台北市，马英九做市长，走去共迄个所在吼的地主，迄种人几啊代老农民的农地，啊无就是合法的住宅，合法住宅哦。甲伊讲，我们要盖捷运的机场，毋是 airport， 机场就迄个客飞下头吼，客飞下或飞下头的所在叫机场，我们要盖捷运机场。甲恁土地收百外家入来，一平拢几万块尔，卖袂啦。啊，讲啊，搁加买建设啊，无法度互你收起啊。叫收到手里，万一你同齐市叫同收起，讲你做捷运机场，叫专捷就讲啊，我们现在住宅不够吼，我来招标招建商来，我们还是盖机场，叫机场用一点仔尔，出来第一批啥，起大楼，起主体甲办公大楼。如果真的要让建商去主配，你从建筑你来买地嘛，自由经济嘛，你有在那一平两百万来买，你来买嘛。结果政府用公款，你唔买，批准法院强制过户，袂当拒绝哦。就该等等等讲话入来，啊话来不就差钱？开话话话话到尾，等到无话入来啊。因为我的朋友在去一下，够这样个，话入来了，台北市啊，台北市土地较贵还是建材较贵？所以地主若招人来起厝，叫做起分的时阵，上歹分七成，就起一百间厝，我分七，你要花七十斤啊，地较贵啊。台北市政府把土地收入来，马英九市长哦，
出地出99.7%，日先生去收南山啊，出0.3%的土地，厝起人台北市政府分配的厝分配偌济？22%，日先生退78%。22%你要注意，大楼是办公大楼、商业大楼跟住宅大楼价格不一样，所以经过计算来核算，台北市政府分配价值是15%。一个出99.7%的地主，分配得来的厝是15%。啊，日先生哦，万一做取掉一路哦，台北 T 九，我台湾前告诉你，讲不完了。T 九转运站就是台北火车站哦，面向市民大道前 T 九国道客运总站，赶快嘞，就赶快修来。啊，修来我盖国道客运总站哦，跟国道客运总站建寡水9%。高层趴着上，本店大楼包括公司，得标的公司 T 九转运站是对一间日盛盛建设公司，美和是得标公司是对一间日盛盛建设公司，长春站是捷运长春站跟长春 EAT， 赶快点，赶快修改去大楼，得标的公司日盛盛公司，马英九九标属于公司，通通是日盛盛开发公司。日升升对初期的股本出售，到即马变股本百亿的公司。啊，你看美和市吼，15%到99.7%的土地，台北市减收的钱头偌济，150亿。结果日升升迄年的财报无这150亿，钱走去对去。啊，所以后壁好容易有样看样啊，但是你。好龙变背离了，我帮你记得好啊。好龙变股啥？双子星嘛，双子星赶快嘛，甲变成对用用的。啊，用一个假的，就准备起大楼，啊，互伊用50栋。啊，赖淑如毋是去收一亿块、十亿块、一亿一百万安尼？赖淑如是马英九的办公室主任的，收10亿块，主席拢不在。所以借官商勾结，你咱若想象是恁兜的地。恁阿公、恁阿祖传到你的手里，政府甲你讲，政府需要要起工程，要起机场，收来过无一冬，快变得变凶，让皮肤差了要卖的时阵，你安怎？航空城吴志扬他嘛是安尼啊，所以有人自杀啊，有人死啊。航空城一个地主姓卢嘛，吼姓卢嘛，要倒自杀啊。迄外老安尼，迄七十几岁老龙诶，吴志扬来讲。我爸的土地我收袂掉啊，无理啊！伊甲我收起，甲阮当收起了，比建商的，比阵讲唔是啊，比百姓比较接近多，还是搁一寡亲人徛出来。啊，贫富不均，台湾的财富安尼大量走去少数人。大学生不管你偌优秀，你毕业，你赚的钱，你无法度去维持家庭。阮南台湾还好，台南的厝吼，当然即摆原上本来有在阮台南炒厝。哦，迄起房局部咧，阮台南两冬前吼，东区的土地两冬后起要三倍，远雄国阳在炒土地，所以感谢上帝，造成从压起来，即马较无人来炒，无炒吼，退恢复正常行情。台北不是啊，你炒到咧一年的时阵，伫台北我问过三立电视吼摄影师，咧两迄个镜头方面，伊一个月薪水到43,000。我都起家了，43,000块在台北市的薪水，租厝爱开1,000,000啊，买厝爱40,000以上啊。啊，小朋友台北市开销都大，小朋友要补习、音乐、补英文，再见啦。啊，搁台都说台湾有360,000人的月金是伫个30,000块以内。多少的青年，61%的30岁以下的年轻人，薪水是22,000块。所以这个贫富不均，当然都有问题。为富不仁，这个为富不仁。康师傅魏家中华的大家族，伊的家会是1,400亿啊，那底下钱有1,400亿。听到吗？魏全康师傅咧做食用沙拉油。起买意大利的本色油，内面有铜、叶绿素的，来南南的，用这高级油安尼买，安尼伊买也当省偌济，也当加赚两亿。迄个像你那底下有1,400块，竟然去共抽奖抽2块，迄不可思议，对不对？叫话你讲不是伊，大家拢安尼，
但是我那时候，哎，我们团队的叫啥啥哦，我台南的台统啊、统一啊，我们台大统一就是统一加迄个大神长城，哦，因无好加载，无吼，即无油好食，无怪台湾人情较悬哦。这是一个例啊，米粉嘛有，连波霸奶茶、波霸嘛有，拢有毒。啊，有毒啥嘛？本来就会赚钱，想要加贪官。哎呀，我做钱啊！你想魏权、魏权、魏家吼、哦，因马英九对中国用一个 TTR 发行凭证，就是讲，伊跟中国的台商、海外的台商，还是开曼群岛台商，回来台湾发行的凭证，就无资金，叫伊的资金应该是咧投资台湾的工厂，叫伊拿资金，魏家用这资金干啥？把一零一买起来，连地保买几块，来买十七块的几块。所以这些东西合起来的时候，你是一个，你想像你这样是多少天台湾的少年人，35岁、27岁、19岁，你知道我还没有毕业，我要付助学贷款。你知道我毕业的时候两三万的薪水，你知道厝一平号称百万、两百万 ，Mercedes-Benz、Maserati， 哇，排队都买不完了，但都不是你买的。然后你看到你故乡的阿嬷的土地上笑，你会怎么样？你会有太阳花运动吗？这物件是安尼来嘛？你自细汉读的册，你知影讲，哦，我知影讲，我这个故乡原来长怎么样？我知影台湾的历史，我知影二二八到白色恐怖发生过什么什么事情。你去看到这个情形，伊提供相关的营养分，来看有一张无？所以你看，左上角一张是大埔，大埔吼，你怎应该拢知影大埔迄个军械事件？但我甲你讲。那代志真相是，土地互因抢去，七啊个村，伊个一礼拜就要收割，迄农民做死人，上讨厌讨债。迄阵的农民吼，大埔遐阿嬷毋是要卖钱收嘞，是要卖钱收嘞，讲原料较好新的啦，后礼拜七啊就要收啊，你互我把车收收的，莫拍算人的命，不可以，警察赶的，你看呢，凌晨的时阵，有疑起来。怪兽赛里，讲我们现在不用来不及。啊，迄奥巴马就拖走，用怪兽来家己即下拍我牌。了后呢，这地区两人当拢欢迎，基本就超过伊人造产。刘正宏上后悔就讲，伊当时拿好伊人，这七下收完再利用吼，大埔农地事件搞到没有呢。啊，迄阵呢，一群农地叫做农村阵线的少年家造起，一个未来。专台湾，没有人知道苗栗发生这事情哦。你别讲这些新闻出来，我知影哦。这代志发生一个月来，完全无人知影是哪代志。你当地记者没有一个担心，无人发现。叫记者无人要来，当地民意代表无看的这阵。啊，这些人来嘛，因团队好不连队，迄时袂播 YouTube 啊，连 YouTube 播到一个月啊。迄阵多三例，先提起来碰。这我提出来讲，讲了，阮全部拢忘记，你讲在，阮走还是走两趟，讲阮回报，讲阮看无多。我最近在走南投李朝清，我说李朝清是贪官，南投县政府是 A 级政府，安尼搞各回报。我去报告搞我们，我这是你讲不对啊！我讲法官，我有讲错吗？法官听清，我讲伊搞各的，我不怕到，但是我很怕来南投。你说为什么？因为南投没有高铁站。吼、哦，迄高铁无经过，吼，都来走出两个浪费生命。这是一个月以后，每天报平开。右边这个华龙的劳工，华龙这个案吼、哦，跟陈伟霆有关系。陈伟霆来过恁家门。陈伟霆是一个孤儿，伊小学五年级11岁吼、哦，爸爸就过了，妈妈更加早很多。伊是阿妈，伊客家人，伊汉人。伊是阿嬷饲大汉，伊在小学六年级毕业的时阵，迄阵阿扁也做总统，他得总统教育奖。你现在得总统教育奖，迄阵是无报哦。伊就是逐天去捡材料，爱看到你甲阿嬷斗洗物件、翻物件、捡字、做啊做啊。从伊听起来大汉的，那从此就没他的消息了。后起来看到伊消息，就是刘振宏，你这高官，你变变甲你拼哦，然后开始看伊干面。陈伟霆。后来伊讲，我就来讲，哎、欸，你想要走来运动这道来？伊讲，伊自细妈妈过哦，伊妈妈是华人的女工。
伊妈就这样。当然，伊妈妈一直模仿赵大典，但伊讲，迄是我妈妈的同事啊。花龙女工偌可怜的，一世人，咱台湾人做女工吼，其女工是同名词啊，伊查甫工嘛伫内面啊。台湾人做工吼，高不离三种，另外套路啊。台湾的劳工要换工作，几乎都是三个：搬厝，吼、哦，我搬离开这所在啊，头家倒。